干啥呀？这是咋的？咋的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，丹姐？想你呢。哎呀，就这样。你咋还不来呀？我还在机场呢，但是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在那个操场上，一个大礼盒，你们去开一下呗。现在吗？对，你叫上他们几个开一下呗，丹姐。辣木，你要是在那个礼盒里，我转身就走。不可能，谁会搞那种就是俗气的浪漫套路啊？怎么这可笑坐嘴里？哎呀，给他们个大惊吓！走，辣木给了咱们送了礼物，在操场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了，走吧，看看去吧。你要是敢在那个礼盒里，真的，不可能！我跟你讲，那种俗气的套路，我可想不出来。是在这车里吗？就在操场上呢。你那个声音都从礼盒里传出来了。哎呀，不可能，姐子，这就是他。你那个声音都在里面传出来了，我一边听着你在那个话筒里，一边听着你在盒里。他百分之百搁下线就不敢说话了，他怕我听见。那咱就别开了。哎呀，丹姐，咱不开了，让他在里头待着吧。咱就不开这个箱，咱就回去，咱们等那个晚上凉快了再拆。找几个砖头把这个给压上。拿瓶矿泉水，我往里头倒点儿。辣木，你是不是在里边？吓死了！哎呦妈呀！你们再不出来，我中暑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天哪！哎呦我的宝啊！哎呀我的亲娘啊！哎呦我的想你！来抬！不是那种太尴尬了，你说你都听着我的声了，我吓得都不敢出声了，在里头。我以为他弄了只猫啊什么的动物在里头。我不都说了吗？还是你浪漫，杰哥，还是你浪漫，太好了。我就瞬间被雪心戳破了。哎，那是不是辣木啊？哇，辣木，杨子，宝，我的宝，小辣。哎呀妈呀，我的宝，快，宝，小辣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天哪，小辣，多损！我就知道。来了！哎呀妈呀！这告别会白办了，这我告别会白办了。我感觉你不走啊？嗨，我也得抱抱你，哥哥。好想你呀、啊！嗯，这半天没见了。哎呀，你俩真新鲜，今天真新鲜。哎呀妈，我怕把口红蹭进去。其实你就三期没来，是不是？对，就三期没来。整一个生离死别那个出。对啊，告别会白办了。就是骗，眼泪都白流了。白流了。告别仪式过于隆重，太快重逢，距离产生美。相比天天黏在一起，分开后再次相见，友谊会以指数倍叠加。咋还有我的人偶呢？那就想你呀。辟邪睹物思人呢，这是想你呀、啊，必须得床上有人。嗯，有段时间你跟那个他一起睡来着的。哎呀，辣木，你回来太好了。但你终于回来了，你不在这山，这个、屋我都不进来。真的，这李雪琴。哎呀，就是每天以泪洗面。哎，吃雪糕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一回来，哥哥就给我安排上了。快，就你有，李雪琴都没有。你能不能对雪琴也好点儿？这么多天的陪伴。不一样。你看他回来，我笑模样都有了。嗯呐，跟我那回之前，天天愁眉苦脸的。你回来之前，我俩都不说话。那现在有几个节目啊？四小天鹅有咱合唱，还有那屋八号屋有个歌曲表演，嗯，够了。妈，就差个喜剧类节目。对，你看，内卷第一人回来了。内卷第一人，你来，你展示一下你的那个才华。Happy Last
但恭喜听到结尾的你和马上要下班的我，即将一起见证桃花坞的 ending pose。 没错，雾迷们刚刚消化完初见的尴尬，告别的 BGM 就要响起来了。放哪儿呢？汉哥是没位置了。有有有，他位置比你还大呢。哇，好棒啊！好棒啊！短时间内就是回不来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我们建设的超市。开运集团。是不是，梦姐？挺伤感的啊，梦姐。发表几句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开玩笑。啊，我不喜欢搞这种温情的东西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就是不喜欢搞那种离别的桥段，我真的会鸡皮疙瘩都起来，我见不得这些。要是还没准备好，那就暂时屏蔽离别的信号。你说离别吗？我还好，我一天到晚都在离别。这个离别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习惯了，就是我觉得离别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代表你要重新再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旅程，你可以去反省一下自己得到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然后在下一段旅程再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改变一下自己。试着理性总结，发现告别也可以熟能生巧。日子还得过，风儿在轻吹，这是齐哥写的。对，感恩生活，感谢相遇。哇，这照片拍得太好了。你说你刚刚有没有留下感动的泪水？来来来，哇！我再你要再看一遍，我没哭。哎，你看着看着就会想起很多，这个也挺好的，这个特喜欢，啊，这个也好，我特想要这个，我这个也好，都好啊。雪琴的这个要，这个也好。我这人呐，嘴笨，语言表达确实是我的弱点，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吧，给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相册。在这里把我的心里话写出来，或者感性爆发，用行动给未来留点念想。行，你要我现在看吗？还是最后看？无所谓。好。哎呦，要写字了，那这个我等会好好看。哇哦，我是很怕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告别的，我太怕了。我不怕丹姐哭，我怕大家哭作一团，我很害怕这种场面。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快乐的结束，难忘今宵式的结束。我是一个不太擅长告别的人，然后我也自己没有一套任何的告别的体系，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告别。如何好好告别是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终极社交难题之一，棘手程度堪比初见。好在他们还有点时间可以思考该用什么样的仪式感来应对。